你们有看过一鼓作气的洗手台吗？香港麦当劳首件不浪费时间洗手台，自动出水出泡沫，洗完还会自动跑出卫生纸，短短十秒内就能让你有双干净的双手。懒成这样合理吗？身为香港人表示超喜欢这个洗手台，这台超好玩，我也玩过，很方便，不用找厕所，你们也快去试试吧。这在哪？我也想去踢馆。要尝试连续性切他中路。嗯？怎么洗澡？我这样洗澡不就是会喷到卫生纸，然后就湿掉，这样白买了吗？突然觉得多了一个神奇的 space 可以洗澡。我们这大学宿舍最让我觉得 surprise 的地方，就是这样乍看一下就是一间厕所，没有干湿分离。对，毕竟它很便宜嘛，也不能要求什么。好，那你们一定觉得这样不对啊，这样怎么洗澡？我这样洗澡不就是会喷到卫生纸，然后就湿掉，我这样白买了吗？可以，咦，哦，然后呢，它这边就关紧了，就是你再怎么喷，它也不会喷到卫生纸。然后你就是多了一个神奇的 space 可以洗澡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挂毛巾什么的，欢迎参考大家。Ellie， 昼間出てよ。おい。うどんに、おにぎり？うどん、おにぎり、うどん。うどん定食。どっちが就職だ？你们可不可以先帮我念看看？我猜大部分的人念 SML， right？ 这两台湾过了，现在第六年，还坚持 SML。有原因，在我们语言 L 会指变态的意思。所以不管一直被回问，你说是 L 吗？ L， 你说你要 L 吗？我还坚持回答，对 ，L， 需要的是 L。你说什么 ？L？ 对 ，L。我觉得非常抱歉，我一直坚持这么无聊的事情。我心里留下来的一个日本人灵魂还不让我讲 L， 对我需要的是 L。Sorry。如果你们遇到日本人坚持讲 L 或是 L， 允许他们 ，Sorry， 我要 L， L。啊！ Oh no！ 怎么打不开？你忘了按哦？那我去按一下。这里哦，就这里啦，这样子门就会开了啦。Oh no！ 还是打不开，来不及，要快一点。我太慢了，他快一点，对。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关起来，赶快把水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嗯。
我要给我关起来，不是把我关起来，是把水关起来。关起来，赶快把水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我要给我关起来，不是把我关起来，是把水关起来。姐姐那个，对啊，哎，嗯，姐姐那个，不带卷对去，不带上万上去，大家都会把精华留到礼拜三。哎，凤去。可但是我把细节上带到礼拜三，每天都是精华。谁先牺牲的？每天我们因为三姐妹每天都外食，嗯，都叫兄弟们吃，就买来买，买下来，我们多吃。那我们叫外面两个，叫我们几个单位。还抓住说，你来了。